第三题，下列何者是导体？我们在国二的时候就学过了，金属呢是电热的良导体，所以呢我们要选择是金属。那塑胶尺、毛皮跟玻璃棒呢都是所谓的不良导体或者是绝缘体，所以呢第三题呢我们答案呢选 C， 铜棒，铜棒呢是导体。